试镜只是个骗局，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，试镜人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？面对导演与制片的无理要求，又该如何招架？对对对，把那些拜餐上，因为这种剧组的传统，那是我们的吉祥物这样。然后你公主被绑架，然后一直绑住她。公主，我来救你了，公主！啊，坏人在哪里？来吧，我跟你说，我要去救公主。这公主非常的漂亮，你喜欢吗？来，那我们出发吧。好。更爆笑的完整内容就在1月14日，往事如意。